今天又下雨了，所以我准备在家里练习下我的推杆技术。太强了，现在很准时啊。嗨，呵。他这边，我们今天来玩点不一样的，挑战花式高尔夫。好，今天我就陪你玩到底。棒球，进，进。看来棒球这个运动不是特别适合我。哇，这应该是马术的棒球。不下，在电视里看到过。不算，没看见。这个有点熟悉的啊。哎，怎么耍赖呢？算了，领先这么多，让你一马。哇哦，看到了没有？拍摄下来了没有？我的精彩进球。阿芬帮我剪到集锦里面。哇，大比分领先，怎么样，服不服气？好了，不跟你闹了，现在要给你演示一下真正的高尔夫是怎么打的。稳稳的把球推进洞，这就是高尔夫的魅力。还想看我打球的话，请双击点赞，点击我的头像关注我，就不会错过我的任何更新了。